我叫艾斯麦提，是马纳斯县二中的一名学生。我特别喜欢踢足球，同学们都叫我足球小将。这是我家的粮油店，别看店面不大，但生意还不错。因为爸妈的勤奋，我家店在附近还是小有名气的。你看，一大早我爸爸就出去送货去了。谢谢你。现在我上初三了，学习压力也挺大的，在老师的细心辅导下，我的成绩还算不错。啥时候踢足球呀？我怎么着急了？快了，马上。这个喊我踢足球的小伙子是我的弟弟艾斯海尔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，那就是踢足球。别看我们喜欢的队伍不一样，但我们都喜欢同一个球星，那就是 C 罗。我们立志长大能成为 C 罗那样的球星。我相信有一天，我的足球梦一定会实现。